冬天，人类是不想出门的，毕竟面对风雪，谁都没有做好准备。刚好，动物愿意传授外出的保暖技巧。出门去玩吧，再冷也不怕了。像动物一样暖融融，娇嫩融融家居服。冬天的夜晚好冷，睡觉的时候被窝总是冰冰凉。刚好动物愿意传授冬眠的保暖技巧，这下小熊有了甜甜的蜂蜜，人类也有了甜甜的梦。嘘，晚安。像动物一样暖融融，娇嫩融融家居服。娇嫩重新设计基本款。